Hello，年轻人，你刚毕业吗？你正在找寻一份好的应征或者副探工作吗？如果你有梦想、有能力，想打拼事业，想让未来的你变成成功人士，请仔细聆听我们以下的介绍。我们是一家生意机会平台，专门提供各类生意机会，让年轻创业家或者中小企业老板能够在平台之中展示或者寻找各类生意机会。其中包括加盟、新创生意机会、股东生意机会，甚至收购一盘生意哦。另外，我们也是一家活动策划和户外媒体广告公司，我们提供各类 outdoor billboard，也就是大型的广告板。我们也为客户提供策划服务。如果你对以上的行业有兴趣，你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才哦。真的，你没听错，我们要的是人才。我们提供 internship 以及 full time 工作。如果你想 work from home，我们都可以安排哦。如果你有以下一种或多种能力，欢迎 PM 我们，提交你的 resume。第一种，很厉害说话，喜欢和客人沟通，擅长怎么说服别人。记得啊，不是空话哦，是要有内容、有重点的话术哦。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人，你可以成为我们的 sales，负责和客户联系、交谈、介绍我们的服务和产品哦。第二，喜欢做短视频、剪影、TikTok 等等相关剪辑，你都能够操作。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技能，你可以成为我们幕后的 editor，成为我们 marketing 团队的一份子，协助中小企业的老板成长。第三，喜欢文字工作。如果你的文字书写能力很强，善于用精简的文字来把故事和主题说出，吸引观众的眼球，你就可以成为我们平台 social media 的管理员。上述这些只是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加入我们之后，你能够有机会施展多方面的才能。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你、教导你、让你成长。我们希望你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也就是说，工作一定要定时完成，用心把每一件事和任务都做好。除此之外，我们希望把你栽培成为一个聪明、能干而且成功的人，并且和我们一起成长，把我们的平台发展成为一个让全东南亚都知道的品牌，让你自己也成为一个成功人士。OK，So，认真很重要，责任很重要，梦想也很重要，动手去做，执行力更重要。如果你觉得上面都是说着你，请你录一个短视频，讲讲你自己故事、背景、成长、能力、强项、弱项，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还有你的梦想等等相关内容，都可以发给我们了解你一下哦。之后我们再安排面试，来吧，把你的短视频发送给我们。视频录制完以后，你可以把它发送到这个号码。OK，都明白了吗？让我们一起努力发光发热，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做出一份努力，加油！